喂，早上好。喂喂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感谢豆豆老父亲老板送的一个多喝热水。早上好，早上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早上好。吹龙卷风他本来就是毒狼啊，他吹在那个怪身上怪就中毒了，他本来就是。我这才弄了一点点，因为装备里面有些地方不齐的。人家拿这个单刷95层的，我没亲眼所见，我也没想改。看了之后，我知道那个拍拍熊是一坨大便了。玩熊的都是很低端的。里面缺好多一些部位，东西不够齐全，是真的很低端。现在没人玩熊了呀，就一夜之间已经没人玩熊了。这个德鲁伊组完之后单杀莉莉丝，就站着单杀单撸的，站着单撸莉莉丝，比那种什么。要死100次的蛮子不知道强到哪去了，我的。
装备少好几件，没办法，只能慢慢弄。有啊，黑和尚有啊，你装备不齐呀、啊？我都不齐，你装备齐吗？我这算弄了很久了，东西也都留着，没怎么搞。除了装备之旗以外，这个点数的东西你还得升好多好多级，被动点数的那些就是雕纹什么的都得重新升的。他的装备要求其实很高的，特别高。不行的，你少你原来就个一两件，人家要七八九十件的，你少太多了，知道吧？一两件有屁用，一两件三四件都没用。谢布鲁猫老板送的小心心特效，感谢莫瑞，谢王富贵。这最后可以跳到差不多八九十万以下，秒伤估计是两千万这种的，两千万级别的那种，可能还不止。场上怪越多，他秒伤越高。升级要升半天哦。谢布鲁猫老板送的小型特效，感谢王富贵老板送的小型特效，感谢瘦瘦总老板送的比心，谢谢三个轮子的车送的加油羊，感谢飞的 ZOK 老板送的小型特效。那暗黑盒没有，你得进这个，进这个地方弄。暗黑盒搞不了，进这个 Max Low 里面， Max Low 里面自己点个右键中文翻译一下，从上往下拉，只能这样。暗黑盒搞不清楚，它这里面弄暗黑盒，你整半天整的可能都是错的。你不用看它怎么点的，你这装备没有，那个磁条没有，对吧？你就点都不用点，没。差三个磁条以上不用点，弄不出来的。要不就伤害不够，要不出去就乱死，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。至少要保证装备磁条，巅峰点。你我就这个天赋啊，你没有九十八级以上不用点，最好是一百级。一百级如果祭坛没开也不用点，就差后面那些那个点，他点六个牌的，你怎么点？你告诉我。你没有这六个牌，你啥都弄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这人是点六个牌的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六个牌，五个要拉全满。我中间有四个都没满，四个都只是开始，我自己刷都得刷半天。跟冲击波没关系，比冲击波的磁条要的更多一点，有些磁条出的很少。人家点的是六个牌，而且他组的特别好。我这里恶毒还没出来，这个恶念加重没出来。你要是没个，其实九十八级也不行。你要不是一百级加二十个巅峰点，你点出来中间是半跳脚的，你没东西的，站也站不住，打也打不了。反正要求蛮苛刻的，我不建议低等级的玩家玩这个，我建议你玩到一百级再去尝试。真的，我都是很勉强把中间的那个防御点扣掉，防御点扣掉我已经有点站不住了。就有些那个特殊的我已经站不住了，而且我还没舍得，因为有些装备，你看有些装备我都是四的没上五，说明我对某些装备不满意，知道吧？我对部分装备的这个整体表现还是不满意的，所以我连五都没敲上去。我感觉这个还没到我追求的那个关键的点，明白意思吧？都有缺陷。你这个拍拍熊得玩到很后面，你上来你要转必死无疑啊，必死无疑，远远不如拍拍熊。这磁条极其苛刻，那这个手套要点什么磁条？这个手套他最后要的磁条要把智力给去掉啊，换成狼人攻击的暴击伤害，基本上很难出这个东西。我找了半天就找了个这个龙卷风也没升满，没办法，找了半天找了这个龙卷风也没升满。然后图腾上的磁条更奇怪，图腾上的磁条很难搞，特别难搞。暴击几率，幸运一击要回那个回能力，然后还要搞冷却时间什么的，最后灵力消耗减免也要弄。
这身上基本上有50%还得换掉，不换掉离达标程度差的很多，啊，离达标程度差特别多，没用。对，其实拍拍熊是个过渡的天赋，真就是这样，你玩的拍拍熊真就是个过渡天赋。你看这个项链，他要的是什么？我一直没拿到。他项链要的是一个自然延伸，自然延伸就是一个远程伤害提高3%。但是如果敌人被限于那个减速、定身及一些昏迷这些状态的时候，这个自然延伸会直接翻倍，变成18%的增伤。他说要3级的自然延伸，我怎么都找不出来。而又同时满足3级自然延伸，灵力消耗减免，冷却时间缩减，再加风暴技能伤害。实在是找不出来了，这个项链我洗一下要700万，整整700万洗这个项链，我看傻了。衣服条件更怪了，衣服条件需要一堆更怪的东西，然后这个帽子你必须得有，而且这个帽子你得有一个好的。什么叫好的呢？就是上面的变形伤害和暴击伤害要高，下面还得有一个风暴技能要有23%以上，我这太低了。